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翻到嚟我哋尤大叔嘅里边。咁我哋今日会继续同大家去探讨下尤大叔嘅作者点样同大家去睇当时佢哋初代教会佢哋面对紧嘅一啲问题，佢哋面对紧异端，面对紧一啲挑战。记得喺尤大叔第一课嘅时候，我哋讲过，尤大叔嘅作者提醒我哋要切切嘅好努力嘅尽力嘅。去申辨，爭辨啲乜嘢咧？爭辨就係真道係乜嘢？乜嘢係真嘅道理？我哋所相信嘅，叫我哋從死復活嘅，叫我哋得永生嘅，究竟係一個點樣嘅道理咧？呢個道理唔係一個好簡單，隨意就可以講到話啊！神愛你，唔係一件咁樣嘅事。如果係咁嘅時候，好容易呢樣嘢就會被撒旦搖動我哋嘅信心。所以尤大叔作者去到中段的时候，他强调一样东西，就是神会施行拯救，这个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同样地，神亦都会灭绝他所憎恶的，这个亦都是一件我们要知道的事。施行灭绝的神，这个是我们今次的主题。我们看看经文的内容。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信徒都觉得神是一个满有怜悯、好慈爱的父亲的形象。不论你是在布道会信主，或者你在教会一段的时间，你都会听到神是我们天上的父。爸爸的形象可能各个人都不同，不过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救我们无条件将他的独生子派下来以致施行拯救的这个的神，一定是满有怜悯，这个很清楚。我们都很多人都是因着爱神的爱，所以我们先回转认罪。如果不是，如果神一定会审判，我们看不到人为什么会认罪。一认罪就是死了，那没有人会想面对自己的罪而直接地面对审判者。久而久之，神这个审判的形象就会淡化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是在教会讲我们互相接纳互相爱，我们比较少讲的就是神会审判。神不单止会审判，在尤大叔作者说神会灭绝，直接将他犯罪的人消灭殆尽，完全不留痕迹。在旧约的当中，神这样的作为从来都不少的。神是一个又拯救又灭绝的神。有少少矛盾，你拯救我怎样灭绝呢？你是医生，你如何能杀人呢？这两个形象在犹太书的作者里面，他用三个例子给我们看到。第一个例子就是神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在出埃及这件事里面，是整个以色列人很熟悉很熟悉的事。也可以说以色列人跟神建立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是由出埃及开始。因为之前我们很多会留意，就是亚伯拉罕或者他家里几个人跟神的个别的关系，但作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对神的关系，这个由出埃及开始。神用了十灾消灭了法老，以致以色列人可以顺利地穿过红海离开为奴的埃及，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人亲自经历的。他们都很明白神是什么，他们都见得到神的同在。为什么？云柱、火柱、背日都跟以色列一起。以色列人在哪里安营？云柱、火柱就在那里。神的同在从没有质疑过。不过去到后来，神带以色列人去应许的迦南地，但以色列人却选择放弃。放弃神给他们的地方，因为他觉得出在迦南地的人太凶悍，他们跟他比较太弱小了，在势力上、在能力上的比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级别。神叫我进入迦南，或者叫我送死，他们不相信神，即是见过神施行的神迹，即是经历过过红海的这么不能理解的事，即是见过水由石而出，即是见过每日有马拿的供应，以色列人依然选择不相信。所以神将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
消滅殆盡，冇一個唔相信嘅人，以色列人能夠離開曠野進入迦南。呢個係以色列人好熟悉嘅一個故事，拯救又滅絕，呢個係我哋嘅神。另一個例子就係講撒旦墮落天使，天使佢好有能力，亦都好明白神，亦都見證神做過所有嘢，但佢選擇唔聽神嘅説話，所以神將佢用鎖鏈鎖喺黑暗裏邊，一直等到最後日子大審判，俾佢見得到嗱整個人類嘅拯救完成，神要做嘅嘢完全做得到，罪被消滅。神從冇對撒旦留有一手，最後佢會完完全全抌入火湖裏邊，離開神，再冇機會翻身。天使的角色和神的位置本来很相近，但神对他们依然施行灭绝，这个是圣经的记载。第三个这个例子就当时以色列人都很熟悉了，就是所多玛俄摩拉的事。这两个城是在当时亚伯拉罕很熟悉的两个城，这两个城很富庶，但这两个城的居民呢非常之淫乱，他们照自己的情欲去过每一日，他们喜欢点就点，基本上就不理神的吩咐，也都不当神是一回事。最后神用天火消灭这个城，所有东西都没有留下，整个城被消灭，火消灭的城。这个是以色列人很明白神对罪那份的厌恶，神是一个灭绝的神。这个都不是可以否定的事实，以色列人很明白。犹太书的作者用了这三个例子给我们看得到神灭绝的对象有什么灭对象。第一个就是见证了神但依然选择不信，第二个离开自己的本位试图签约神的位置，第三个就是随从自己的私欲由欲念带动他的生活，从来亦都唔当神系一回事。嗱，呢三个对象神都会灭绝，呢个系神灭绝嘅对象。当时好多犹大好多信徒，佢哋都见证过耶稣死而复活嘅事迹，佢见过耶稣好多嘅神迹，所以相信跟随耶稣。但如果佢哋最后选择唔信，选择放弃，佢哋就同出埃及不信的先祖一样，都无办法进入迦南。又或者他好像天使一样离开他本位，挑战神的地位，觉得我其实都有很好的智慧，很高的能力，我不一定只跟随神的话，神同样地毫无考虑会将他灭绝。第三个就是他随从自己的私欲，用情欲带动他的生活，不当神的吩咐是一回事。三类的人神都会选择审判灭绝，正正这三类的就是当时引诱信徒离开本道的异端所最大的三个特色。所以犹大书的作者提醒当时的信徒要小心，过去的历史事件给我们见证得到神是会消灭这三类人，我们千祈千祈不可以重蹈覆辙，落入这三个的引诱的位置里面。愿神的说话成为大家祝福。